Hello， 大家，我是羽毛，欢迎来到职业电竞联赛。没有错，斗阵在差不多三点，对，凌晨三点的时候更新了斗阵特工，对，更新了斗阵特工，就是加了所有造型，就是联赛造型进去。那你只要有登录的话，就会送你100枚联赛代币哦。那观看这边可以观看斗阵特工的联赛，不过现在还没开始，我们先继续。哦，送你100枚斗阵职业电竞联赛代币哦。那是点这个吗？职业联赛第一场比赛在1月11号的早上8点，那就是应该是我影片 po 出来的隔天吧，隔天的早上8点哦。那这边都有日期，然后战队，哦，这是每个战队的东西耶，哇，然后你可以买所有战队的 skin。对，这是 Uprising 的波士顿的，然后这是伦敦的，哦 ，Diva， 哦，慈悲，然后这个要花100，每一个造型都是100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是要购买，它是有可以氪金的，对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最贵3000可以买26个造型，就是。所有的英雄，对，所有的英雄嘛，所有的英雄3000哦哦，那一个的话是150块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要支持的话，你可以假装你想支持，我记得是哪一队？这一队听说都是那个吗？明星队，听说的啦，我忘记了。好，如果你要支持这一队的话，你可以买他的造型，然后依据那个队伍得到的这些金币的总和来给予。赞助他们队伍的钱，对，哇，还蛮，我们先都看 Diva 好了，这太多 skin 了啦，真的是26乘以多少？乘以12，好多好多。我们看 Diva 的 ，Diva 这是蓝黄 ，OK， 哦，我都不知道买哪一个哎，哦，怎么又变了？少一个比赛，怎么不见了？啊，这是伦敦的，这是蓝橘，嗯，好。然后再来这是麦当劳队吗？我记得这是麦当劳队，麦当劳队啊，佛罗里达的麦当劳，哇，赞赞的。其实那时候看莱茵真的蛮好笑，莱茵在哪？对啊，莱茵好太黄了。可是我觉得第一把是还好，第一把就看起来还好，嗯，不错。好，再来就是 Huston 是哪里啊？不知道。黑绿，蛮潮的感觉，有点某个品牌的样子，某个品牌的颜色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迪法，好，再来是 New York 纽约，我记得这个很蓝，对不对？蓝红的，也还不错看诶。其实为什么我觉得有些造型特别难看，可能是有几只角色很难看，像是刚刚那个黄色就是蓝鹰特别难看嘛，可能这个就是其他角色，我就觉得。我记得有黑，欸，不是这一队，太阳也不错，闪光，禅牙塔，欸，我现在最常玩的那一只呢，在哪里啊？莫伊拉，我看莫伊拉，我买莫伊拉的，这一只就还好，莫伊拉感觉哦，欸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橘黑的，这个就比较普通一点的，我看莫伊拉，嗯，橘黑的莫伊拉可以。然后再来是这个明星队的，其实蛮多蓝色的队伍，欸，是我的错觉吗？迪瓦很蓝，深蓝跟浅蓝，莫伊拉深蓝跟浅蓝，紫色啊，紫色非常变态的颜色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紫色是变态的颜色，不过大家都说紫色是一个变态的颜色，紫色迪瓦其实不错看欸，是他有换吗？我觉得他的。有换吗？等一下，他是这个是叉叉，看他这个 Diva，也是叉叉，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看欸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紫色 Diva 感觉还不错看欸，真的。来看一下莫伊拉的，整个都紫的，太紫了，太紫了，有点紫啊，老大。好，再来是洛杉矶的绿黄的 Diva， 然后还有绿黄的。莫伊拉出来吧，
行，真的我不能接受绿色，绿色感觉就要慈悲啊，那种森林系的你森、不行不行，我没办法接受，太绿了，太绿了，好，不行，不能接受。好 ，San Francisco 的 San Francisco 的中文叫什么？三佛里斯狗，橘黄橘黄的 Diva， 橘金吧，这感觉像橘金橘金橘金的 Diva。好，我们再来是某伊拉某伊拉，橘色其实。不适合。黑色就是黑金，黑金应该就是最好看的颜色了，我觉得。赞赞，不过黑金好像D.Va有黑金色，对不对？我记得D.Va有黑金色，我们看一下，D.Va有黑金色吗？D.Va，我们这边看不到哎、看不到吗？对，看不到。D.Va有个黑金色是哪一个啊？大黄蜂吗？不是，它是黄的。哎，地方没有黑金色哦，我一直以为地方有个黑金色哎。哦，有啊有啊，这个很像，有点像啦，不过比较好看一点，我觉得。诶，职业电竞联赛，然后这个地方黑金色，这个比较好看一点了，我觉得。嗯，莫伊拉应该就还不错了吧？我应该可能会买这个莫伊拉。哦，真的金金的感觉就不错啊，赞赞。他的眼罩是金色的，还不错啊，这感觉就是有金武的感觉了，再配个金武感觉就赞赞的，赞这个颜色赞，好不好？看一下坏掉的瓷杯呢，瓷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适合这种素色欸，我觉得瓷杯的黑金也觉得还好，不过为什么他的这种造型就没有很好看，太单调了吗？红黄有点类似麦当劳，不过没有刚刚那么麦，就微麦一点而已。微麦的麦当劳，我们看一下莫耶拉，有点恶心，这样讲好吗？恶心，恶心，哇，这有点尴尬啦，尴尬色，好不好？哦，又出来了，赛程，好啦。赛程哦，其实哦蛮快的，我们两小时比一场，是不是？应该只有比三场吧，一天比三场差不多。哦，第一队是 San Francisco 对 Los Angeles， Los Angeles， 完蛋，文言文，完蛋啦！还有什么更新？他只有更新这个而已，就这个，我就觉得还不错哎，他至少而且赛程表加进去很赞，他可以直接。他应该没有，他怎么没有一个按钮可以直接点进去看啊？然后他又坏掉了。欸，他不能点欸，他一开始，哎呦，他一开始，哎呦，欧瑞莎怎么丑？好恶心哦，欧瑞莎你好像玩具哦。波士顿的颜色都很像玩具，有托比昂也是。哎、欸，托比昂拦得住你的黄色面罩，我不能接受。这个就还行。哎呦。这还好啦，哎呀，哎呀哎呀，太难了吧？这感觉就是小孩子在做模型要把颜料涂坏的东西啊！哎呀，有点恶心，有点恶心啊！好啦，那以上就是《斗阵特工》职业电竞联赛啦。那如果你想支持哪一个队伍的话，你可以去买他的造型。那如果欸你不知道支持谁的话，那你就买你想要的造型吧。像这个黑金就帅气，还是可是原式就还好啊。好好，可以，这些就还不错。哎呦，好恶心哦。这样就买你想要的东西哦。那如果你想更 follow 一些赛程的话，你可以找 Overwatch League 这个的 app。对，它有 app 哦，不管是 Android 还是 iOS 上面都有这个 app， 然后里面的话有一些有赛程表之外还有其他东西，我虽然没有下载，因为它要 iOS 10以上，我还没有，我只有 iOS 9而已，不敢更新 iOS 哦，怕爆掉，所以没有，我没有下载。不过如果你想 follow 这个 Overwatch League 的话，你可以抓一下那个 app 来看一下赛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息。对，以上就是我们的 Overwatch 斗阵特工的职业电竞联赛。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喜欢的影片可以点下喜欢，并且分享出去给更多朋友。想继续收看的可以点下睡前的订阅，怕错主播变成铃铛按钮。我是羽毛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
哦，对了，残妖塔有更新哦，只要挂珠，不管是你挂敌人或是挂队友，都会在右下角看到敌人的血量跟队友的血量，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 buff。